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事业编。良禽择树而栖，事业编很重要，我不想输在起跑线上。谢谢。冰球运动在我们国家刚刚起步，我的专业便是青少年体育教育。体育教育专业什么方向？足球方向。行了，我们这边先考虑一下，回去等我们的消息。谢谢。你在场上踢什么位置啊？我没太踢过球，但是不影响我对足球的热爱，而且我有扎实的足球理论教育基础。我有梦想，要不要来我们学校试试？我是镇党委书记陈刚。哎呀，好啊。陈书记啊，哎，咱们这个加嘎斯台镇它具体是在哪儿啊？哦，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加嘎斯台镇。小张老师，哎，啊，我谨代表扎嘎斯台镇党委、镇政府、镇中学欢迎你。陈书记啊，不好意思啊，打扰了。哎，不是，哎，你等等，哎，小张老师，你给我们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对不起，实在是太远了。对，这其实挺浪漫的。你看，你从南京迎着朝阳出发，你到我们这儿，你可以再看一次日出，而且是高质量的。谢谢。但我不奢望浪漫。哎，我们这儿没有试用期，你一来就正式教鞭，还算公令。你有梦想，我们给你翅膀，也可以解决你事业编的问题。我真心的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我期待你的好消息。啊。车，谢谢啊。王老师，张伟老师吧？啊，我是镇中学校长不烈，欢迎欢迎。路上接了三个孩子来晚了，张老师，老师好。咱们走吧。我们这里啊，三山两盆，聚宝无数。到了新疆，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像蜜一样甜。除了石榴、香梨、哈密瓜，我们的玉米杆的甜度都能赶上南方的甘蔗。哦，挺厉害的，挺厉害的。其实啊，我们新疆也没啥好骄傲的。只不过我们这里一个县，就差不多两个你们江苏省的面积了。若江县。小花，这都要吃它了，人家怎么可能听话？
我们镇中学啊，以前呢条件不是很好，现在变化很大。你看，您要是不说，我都以为来错地方了。新时代的新疆就是这个样子。谢谢，欢迎欢迎，谢谢谢谢，谢谢，这是学校，多多关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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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雷，张雷，多多关照。来来来，把东西卸了来。哎，好，你看，这是我们新的教学楼，刚投入使用，怎么样？不错吧？比想象的要好太多。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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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书记啊。横幅上的那个名字是因为，饿了吧？啊，先去吃饭，走走走，先吃饭，先吃饭。哎，你们帮忙拿一下行李啊！好，走走走，先去吃饭。走，哎，这边。啊，我看你这腰也，动不了。慢点，别弄坏了，万一走了，下次还能用。